弟弟龙哈，大家在遐讲哈，大家在遐弄哈，好到卖走，陪你甲跳，甲沙滩跳，我袂跳，我袂跳。Energy 于2002年成立，堪称最沙的舞蹈男团。K1 代表作《We Are K1》格斗天团的精神喊话。马吉于2003年成立，由黄立成领军的台湾嘻哈团体。哎呦！我不知道马吉有张立东哎，不是啦，那是马吉弟弟，马吉弟弟啦，人家帅多了，马吉弟弟，这个修比多好的小马嘛，哦，还蛮像，像很像，我找受罪，哎 ，Kido Kido， 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在这边，哎，没什么变，还是以前酷酷的样子，对啊，这是朱孝天嘛，不是坤达，坤达，坤达，坤。那时候造型都很像哦，头发很长，都离死烫，对对对啊，大力在哪里？大力对对对，那边臭脸黄，臭脸黄，哎，不会啊不会，以前你在这一团里面算最有型呢，真的呀，啊，有一人杰伦 feel 有没有？对对对 ，JR 啊，那个 Gi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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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看每一个人变化啊，牛奶，你看牛奶，以前看起来就阴阴的，会不会因为刘海太长？不要他说他戴帽子啊，哇，哎，当然走红的程度。来一个一个吹牛吹起来吧！来来来来来 ，Energy 有多红有多先哦！我们以前算是在当红的时候，受到很多天王天后邀请，像我们跟合作过有五月天、五月天啊、蔡依林哎，然后杨丞琳，还有甚至连香港的杨千嬅，而且曾经还有杨紫琼来邀请我们演唱她的电影主题曲。飞鹰那时候他的飞鹰，好狂！飞鹰那，然后甚至红到连好兄弟都很爱跟我们合作。哎，怎么说呢？好兄弟，我印象中我们跟五月天合作，因为阿信帮我们写一首歌叫《秒杀》，然后那时候在大鸡腿录音嘛，在他们录音室录，连录一个晚上就停了两次电。哎呦，而且是只要我一进去，我一唱就停电。啊，真的很奇怪。对，都是你针对你这么强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可能我那个卡的卡蛮多，都只有你遇到。康康录影的时候也有遇到这种情况。康康哥啊，对他录第一张唱片，那录音室老板娘拿一点水果上来嘛，他抬头看玻璃里面呢，康康就戴一个耳机，然后就在那里在配唱。老板，不是被看到，他是歌手，他要出唱片，那是活体吧？他是人好吗？然后那个老板娘死都不敢相信，这个人正要出唱片。不过当时就是他们都有说不得了，圈内人都有说，你只要专辑里面有遇到，绝对就是那一张就会大卖啊！真的吗？真的就大卖。五月天那一首合作歌呢，然后有跟他们一起上小巨蛋哦，对，小巨蛋我们也上去过哦，对对对，不过是李玖哲的演唱会，有我有去看，对对对，那场有去看，太感动，就在去年年底，是，对对对。其实马吉应该来讲，应该是这些团体里面最多拿过金曲歌王的团体，哎，李玖哲。李玖哲，还有一个真的要算黄立行，黄立行，黄立行是 Stanley， 对，其实算马吉的老板呐。能不能讲讲你自己？我都是宅沾光的，我与有荣焉，我们也同一团嘛，是一个团。但你们大哥他的行径跟我比较接近，是为什么？他说当艺人以外。还懂得做生意，对，哇，他现在生意做的可大了，做搞了很大。为什么马吉没有一直继续出唱片？是因为我跟他说，哎，大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做新歌啊？他说，做音啊，别探金啊，啊，叫别探金啊，别探金啊，好，对，后来我们就自己做，我就改出唱片。对对，来来来，啊，有一团就我比较没有那么认真 ，K1 来来，跳舞很强哎 ，K1 很强啊，宪哥有一个小小的渊源，是2000年的时候。我们那时候还在训练的时候，宪哥其实有来我们的亲临现场，来我们的练舞教室看我们跳舞。对，然后那练舞教室我进去以后，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悲伤。怎么了？啊，好小的地方。对，问题，而且问题他们人又多，对不对？对，五个。那要跳那个舞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有些动作施展不开的，会打到墙的。我讲的是不是真的？应该就是在士林。士林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！怎么样？记忆好，记得啊，好强哦！这个不是我公司的团体哦，但是我们还是真心的关心他们，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。谢谢宪哥，谢谢，对不对？超级帅，而且那些舞根本不是我们平常跳得出来的，是要练，那个要练啊！来来来。
来这样炫。以前我们那个国小的时候，每一班应该都会有一个 energy 团，就是大家都以为自己是 energy， 然后谁演什么，我是谁，我是谁，对，组团，对自己组团。好可爱，你看这个回忆红成这样。今天三团合成一团。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串烧，也是的哦，睁亮你的眼睛啊！一起来看偶像男团串烧。唯一规则就是把规则爆破，需要行动，慢一秒立刻就训掉，不敢站着的赶快就坐，对抗，什么都对抗，什么都对抗，不爽，什么都不爽，什么都不爽，怎样？就是不放弃我的坚持，我的意志比难你坚强，对抗，什么都对抗，什么都对抗，不爽，让你去不爽，让你去不爽，怎样？不要以为 K1 就是暴力的态度，那是一种精神的力量，你要乱贴标签很好， K1 并不在乎被人误解那种无聊的感觉，耶、yeah。我觉得自己存在，把名字写在名人堂。我只要一个舞台，一阵的时候他们就是我的防火墙。我觉得自己存在，我就是真实被能量。不要再当什么精神上的解脱，都跟你说过放手。我不再是你的玩偶，都跟你说过放手。从今以后不再让你欺负我。哦耶！每当看你微笑，就会感到奥妙，除非过去笑。你怎么这么好心，这么关心我，生活好不好？就知道想耍我，我有把握。其实你想打我，还去看你闪，别让你听着。还以为跑向人多的地方我就跑得掉，怎么知道你的伙伴比我到得快一秒？众人面前难掉，如我般的尴尬，其实总是怕没人受得了。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要让我作弄，回家后无法轻松，我受够了你给的痛。我跟你说过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当什么精神上的解脱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我不再是你的玩偶，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从今以后不再让欺负我，都跟你说了放手。哇！无够，还阁需要，跑一摆，每一届，我一来，你就爱，站起来，甲手举起来，紧跳起来，恁请我来，因为我上厉害，我来就是要杀，一定爱杀，杀的拢袂使，甲伊等落去海。Yo Yo， 我咧做一定上好，就像咱的哥哥大哥，兄弟百界巴肚会害，你的身躯摇，听着你的吉吉托，哥哥拜托拜托，甲你妈去做一怪，乎你满足，甲你妈去做一怪，乎你快乐。
别你惊，我会直直做，因为 hiphop 是我上秀。Come on, let's go. Go, diddy, go, ha. Go, diddy, go, ha. 大家在遐讲哈，大家在遐讲哈。我都卖走，袂停个跳，个三两跳，我袂跳，我袂跳。Go, diddy, go, ha. Go, diddy, go, ha. 大家在遐讲哈，大家在遐讲哈。我都卖走，袂停个跳，个三两跳，我袂跳，我袂跳。Go, diddy, go, ha. Go, diddy, go, ha. 大家在遐讲哈，大家在遐讲哈。我都卖走。我的个屌，个啥笨屌，我被跳，我被跳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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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